易经第六十三个卦呢，水火既济卦。既济卦进入既济卦的时候呢，天道。这个水火既济卦为什么叫既济卦？诸位看，一三五是不是阳？好，特殊的我就给你写出来，其他你要以此类推。所以一、三、五、二、四、六，那么阴在阴位，阳居阳位。所以说人各安其位，各适得其位，这个叫做既济卦。既济卦讲的就是这个时机，这一段时间。好，既济卦。好，天道上面呢，连三小过啊。好，有小过者，小过者，好，一定会避忌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犯错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就会回头一点，我应该站在哪个位置上，角色扮演，前后要推一下，好，故避忌，所以呢，受之以忌忌。好，忌忌卦就是小过卦，因为先有小过，我开始不懂啊，受到教育很多，犯的过是瑕疵，犯的过是你教他，这都是小过嘛。慢慢他就知道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，站在哪里不违法，比较好最好的立场。所以小过之后呢，才会得到忌忌卦。好，忌忌卦了。好，那水火忌忌卦，你看水火，水在上面，火在上面，叫做水火相交，是不是水火相交？你不要是香蕉西瓜凤梨啊，啊，不要老是阴同，老是常常在用阴在判嘛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常常提醒你哈。好，对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我刚刚说鸡嘛，你说鸡有没有？我就突然讲到这个飞机的鸡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说这个香蕉，你想，香蕉，你写香蕉下来。啊，你不敢看字啊，因为字有障碍，你在听音了、啊。好，有时候还是要听一下，看一下字的哈。水火相交呢？哦，必可以忌，必可互忌啊。哦，一定是互忌。啊、哦，这个是，所以用忌之时呢，这个易水火忌忌卦哈。就如何是用忌啊，互忌，啊、哦，来各得其位，哦，各安其位，各得其位，讲的是用忌之道。这个易经的火水忌忌卦讲的就是这个，好、哦，到了人道，人间道啊，那个圣人呢，我们古代的圣人呢，知道，啊、哦，知道忌忌，所谓忌知道忌忌的，为各安其位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知道忌忌道是各安其位。开始呢，圣人就开始思，防患呢于死啊。一开始各安其位，大家都没有话讲，没有问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看到大家都很好了，还没有看到明年后年大家会不好的时候。现在还是警戒，如何维持积极，而不会等到你发生的我不平衡，我应该干科长，他怎么可以干科长？应该是我来干。可是刚开始你干科长，我跟科员说没发现呢、啊，对不对？等到开始运作的时候，发现到了，哦，发现到了，那个人并不懂什么叫第三圈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说啊、哎，那怎么行？那人干科长太差了，不会办，应该我干才对他才下去。好了，他就不安于即位，所以还没有死盟的时候，还没有发现到。这个非忌忌的时候，圣人就开始在思戒，如何在持续在这个阶段，哦，才不会造成他的灾。好、哦，思防患于死，这个是圣人看到的忌忌卦。遇到忌忌卦的时候，诸位呢，记得一个天泽，哦，天泽，跟我们这本书叫天忌就有这个天泽。忌忌之时呢，啊。就是天下或者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，忌忌之时，人各安其位的时候，忌忌之时的时候，切不可进，绝对不可以往前进，啊、哦，进则必凶，一定会遭凶。举例，比如说这个科长，你是科员，上面的处长，这个是忌忌卦，大家都各安其位的时候，你不要进，进必立凶。有一天科长不侍卫的时候，他自然被调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再叫做进，懂不懂意思？这就是还是处于忌忌卦的状态之下。好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易经讲的就是这个。好，进则必毁，所以呢，要知止。好，知道止。今人呐、啊，现代人不是这样子想的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现代人怎么想的？好，今人呢？他不知道，啊、哦，安于其位，啊、哦，
认敬而召回，一敬的话就后悔了。哦，都是因为怎么样？不知道自己，不了解自己，不了解自己的才能到什么阶段。哦，所以易经有两个字，两个原则。哦，第一个，这个就易经告诉我们要知己而事而动，知道自己有多少才能再去动。好，哦，还有呢，事实。哦，等待到事实，等到时机的时候，适时而进。哦，这个是易之道。易经要告诉我们，这个是大原则。哦，如果能够这样子动的话，永远会无咎。现在我们人呢，都不知安于其位。哦，每一个人都想做大，都不会安于其位的了。台北市出去电线杆随便倒一下，就可以打压老人家十个董事长。知道，就是他很多人不知道他安于其位，哦，想做到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进，一定要知己而动，知道自己的多少才能，好多少实力，要等到时机，这是最好的。好，这两句话就是告诉你，如果你当年好沙沙听我的，不会这样的。那你没有读到《易经》啊，你可能也读《圣经》啊，还是读什么经，我不知道哈。哦，占卜，一个人在岸上，人立在水边呢，气，呼气啊，气，等待也，好，哦，在那边等待，等待时机，好，哦，无目的，没有目的，好，哦，你看像不像我在那里？好，哦，第二个，一个船来，好，哦，有接引，好，哦，接引，第三个呢，一堆钱。啊，哦，代表财路无用，那可能是都是铜板呢，偷也太重了。好，哦，财路无用。好，哦，当然，所以我们就常常介绍的忧心忡忡，和，哦，忧心忡忡，忧心的样子。好，哦，那财路在地上呢，也有窃相。好，哦，遭窃的相，窃的相。那一这个云中雨下，啊，哦，代表云中雨下，好，哦，乌云密布嘛，代表阴中有果，阴呢也代表半夜嘛，哦，半夜有结果要拖到半夜晚上，哦，二小儿呢，二小儿主喜事。好，主喜事，你看那个喜事找都是两个花童啊，有没有？二小儿都是主喜事，也代表二人也，好，二人也，哦，也代表两个人在雨里面嘛，啊，哦，代表两人雨中行。第六个，文书一册在空中，有没有？文书在空中，看到没有？上面呢代表一个人的政见，就像我的政见，有没有？好，哦，飞啊，飞到空中上去了，命令，你是。该拿到的命令，哎，马上就会到了。你的人事命令马上就会下来了。哦，还有呢，也是代表资料，专门就是文书在空中啊。哦，资料。阳宅部分呢，阳宅部分的二子居二女位。你是二儿子，结果跑到二女儿的位置去住了，水火聚集吧。哦，如果是二儿子住二儿子的位置呢，坎为水。哦，如果你是二儿子住到南边，住到二女儿的位置，水火聚集吧。第一个，好，哦，有个性上面不重利，个性上面不重利。第二个呢，喜从官。哦，做。当官，好，哦，从商呢，一级，做这个活水基金卦的时候叫财官双美。有的人在家里面很有钱，
可是他住在水果叽叽呱，他喜欢当官，可是家里面需要他去做生意，他就两边兼顾，他从商也可以。哦。第三个，文书在空中，科甲旺，高中。哦，考试高中。那水果叽叽呱的男孩子呢？唯一的缺点，哦，是这个第四个唯一的缺点。先有子，后有婚。哦，有的人认为这是优点哈，哦。一子呢为正，一子呢为偏。好，哦，婚慢八年，婚姻慢八年。哦，然后呢，先有妾来，后有妻。哦，先有妾来，后有妻。这个，所以后面我们批流年的时候，批后天瓜、先天瓜很过瘾哦。啊，你听听看的。啊，哦，先有妾来，后有妻。那当然，这是缺点，也是优点啊。啊，哦，这很难讲，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论断哈。这个个人是很喜欢。啊，这个但是不能这个论断说这个对与错哈，哦，这无所谓。